打高尔夫除了享受运动的快乐、温暖的阳光，还有抓鸟那一刻给予的自信和激动。那要怎么样才能多多抓鸟呢？先经常去同一个球场，坚持不停地打球、打比赛，你就会熟悉厦门的天气、东方球场的果岭、长距离远推，也开始可以抓到鸟了。洞杯的东南西北、前后左右都可以抓到了。多多练习，就可以多多抓鸟，哈哈。